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我怀疑有两条友啊，可能咧信唔信咧，会继续咁样后，就系、隔空争论，八月化就越搞越和。於是乎製造呢個藉口領導王子，哎屌你諗咁撚煩，我唔撚嚟啦！你話王子屋企漏水咪得咯，打風啦嗰邊，喂曬雨啊嘛！杜拜有水災啊！你話呢個係咪好撚奇嘅事啊？屌你老母！我睇屌你杜拜，我諗諗杜拜好似沙漠嚟嘅喎，屌你老母有水災，呢個咩世界啊？好啦嗱，我哋快啲追翻啲時間先。五一黃金週將至，業界話希望會有三成遊客嘅增長。阿姚柏良啊，即系嗱呢个同比啦，即系对比旧年会有三成嘅游客增长啦。我唔够胆话一定冇 ，OK？ 咁我哋又讲咩青岛西安啦？嗱，但系有阵时咁讲，量变会唔会引致质变先？嗱，老即系讲真，你作为一个，如果我哋唔睇啊血浓于水呢四个字嚟讲咧。喂，這個當然重要啦！我哋當然要做分析咧，那個客究竟會嚟到使幾多錢？我哋用乜嘢去迎合佢？即係好話唔好聽，我哋開個我擺檔嘢，開個啤梨頻道喺度啫，個鋪頭，我都要諗下邊盤貨係啱我啲客，於是乎盡量將我嘅利潤擴大化。當然係要諗啦，我哋香港做一個地方係嘛？喂，我好驚啊！連你哋三成增長 target 都未必有啊，或者嚟到嗰啲咧就係土瓜灣嗰只嘅。嗯。喂，你而家系咩啊？哇，搞乜撚嘢？屌你老尾，乜撚嘢？維港煙花，甚至乎嗰個邵家輝仲好笑，希望我哋香港人咧個個要笑面迎賓迎人啊！笑撚世界，喂，我喺街三圍一喺香港，我喺街見到啲遊客笑騎騎啊！你嗱，阿小姐，你是中國來的嗎？不是什麼？咁樣啊！我屌你老母！喂！冚家產，我笑唔撚出啦！而家喺個街度，係咪啊？你咁嘅氣候，我點笑啊？喂，你咁嘅環境，社會又唔係開心，又唔係賺得多錢。喂，老實講，經濟又差。喂，我真係想話，香港開埠以嚟，我哋經歷咁多風雨，終於都捱得過嘅。咁啊，係憑乜嘢呢？當然係你哋把口中成日講嘅奮鬥精神、獅子山下精神啦。我唔好計特區政府，就算我計港英政府，係咪真係有咁多直接落嚟嘅措施，令到你哋去咁樣咧？即係個行政指令，其實真係冇乜嘅。你就算去到我有認知嘅，我郭亮雄嗰啲我唔知，我細個啊，我有認知嘅麥理浩，佢都只不過係用建設啊，即係令到其實加強咗你哋個心。譬如佢話，譬如啊，佢話喂，人人都屋住，於是乎我哋。會期望我哋可能會有上到廉租屋，跟住之後八十年代我哋有啲階梯啊，我哋可能回到居屋。政府冇講過乜嘢㗎，咁我哋咪去勤力咯，希望或者去抽啦，啊或者去啊努力工作措首期啦，啊，譬如我哋嗰陣時邊有咁多嘢諗啊？喂，有咩工介紹我做啊？哦，屌你兩個男人嘅去唔知西環去撲米，即係開埠啊，維多利亞城嗰期啊！屌你女人啊！嗰陣時就如果啊咁啊遲啲嘅啦，譬如係啊工廠妹六十年代啦。咦？政府見到咦你嗰班友，屌你乜點解突然間會識得做電子做玩具嘅？因為你嗰啲人係自己轉型啊嘛，係轉型出嚟噶嘛。當然呢，喂，甚至乎因為你太撚勁啦，你係轉型得特別係咩紡織啊、成衣啊？你點解咧？就因為有啊咩唐我老豆嗰類啊，咩即係嗰啲咩上海佬落嚟啊，哇！於是乎咧，哇咁樣唔撚對路喎，甚至乎要俾 quota 你哋，如果唔係你大佬打撚冧咧 number one 啊嘛香港。喂，跟住個港英政府見到哇咁撚勁啊你哋，屌你老！於是乎咧，佢有啲措施去幫你哋再擴大啫。佢本身冇話，佢本身冇話睇你哋，譬如話阿唐唐老豆啊咩唐長千啊，即係田北俊百幾嗰啲落嚟嘅時候，佢哋。港英政府咁撚叻啊！計住啊，上海而家又有幾多個化工人落嚟，有幾多功夫佬，有幾多個屌老尾生意佬，有幾多個係相機佬，冇咁叻噶。你人喺個自由嘅環境底下，就自然會轉，即係去揾生機啊。咁你而家就正正係啦。咁當然啦，跟住隨住嗰個咁樣經濟發展，佢就一定係要去完善咗好多，即係
法例啦，係嘛？即係個法庭又做咗好多嘢，令到我哋覺得香港人佢冇特別講啊，啊有個心就跟住嗰個所謂嘅遊戲規則，你明嘅唔明嘅，即係明與暗啦，啊黑與白或者中間嘅灰咧去行。你而家屌你老尾閪，我真係想問，究竟我哋點行落去？你先唔好講話呢咁嘅旅遊業，佢唔會幫到我哋好多。在全盛時期，原來旅遊業都係佔我哋 GDP 5%。喂，我哋乜嘢啊？金融咯，服務咯，經航貿航運咯。喂，而家有啲唔使講啦。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啦，即係啊呢個咩全民教育日啊，阿夏寶龍嘅談話，你個回應係點樣回應啊？李超哥又話什麼咩香港人？要咩砥礪前行？喂，夏寶龍啊，話明啊，響到明啊，特區政府特首作為第一責任人啊，有冇睇林美嗰段啊？第一責任人啊，作為第一責任人啊，喂，你而家拉埋我哋落水啊！你係第一責任人啊！喂，有好多嘢，究竟有咩？喂，你而家日有咩政策咧出嚟咧？日日你屌喂，即係立法會，我上個禮拜話齋。喂，水到走水浸眼眉，仲喺度講埋嗰啲有幾撚多個屌你個鏡頭啊！人臉識別啦、啊。喂，夏寶龍嗰個全民國家安全日啊，記住嗰日係全民國家安全日 ，talking about 全民國家安全喎、啊。佢冇講嗰啲嘢啊，佢反而係講嚟講去就話要講經濟啊，搞好乜乜乜乜啊，咁撚奇怪嘅、啊、點解？然後你哋仲喺度懵撚成成，喂，國家安全就梗係要搞啦，從來冇人會咩啦，咪搞撚曬咯，廿三條立埋啊嘛。嗯。屌你咪由自入興咯喎，咪就係、是，仲唔興？喂，而家咁點啊？喂，靠旅遊業。好啦，《東方日報》真係，我覺得係真係玩嘢今日。當你今日出嚟咧，就話希望又增三成啦。張宇仁又話：屌你諗咩維港煙花會幫到人啊？無人機。邵家輝又話什麼？屌你諗咩？希望香港人大家都笑口吟吟啊！屌你兩個閪，我真係笑口吟吟。見到啲北妹咧，飲啊！北妹你都北妹啊！啲北妹落嚟，知清到咩？邊度啊？邊度啊？邊度啊？西安青島同埋西安落嚟，我仲唔少口吟吟啊？係咪先？好啦，《東方日報》今日 A1 報道啊，話又話係押韻嘅，信心缺乏唔等五一，旅行社排隊執笠。嗱、旅行社咧，淨係話一年之內咧，啊，佢個業務許可證少咗200張，旅遊業從業員咧，即係導遊領隊啦，從業員。亦都係一年內少逾100個，兩個數字都係近年新低。嗱，我首先要咁講，有啲人喺度兜話唔係嘅，佢如果少咗啲分行做，譬如轉咗做網上嘅，咁佢就可能會少咁個業務牌照啦。嗱，我唔知做網上使唔使業務牌照，我當係呢啲個可能性啦。但係硬掘嘅就係領隊同埋導遊少咗100個啊嘛。嗯本身你話一百個究竟得幾多少？我唔知道。但你 in 班仔喺香港做啲，佢唔會好多噶。本身冇100個，點解啊？揾唔到食咯。正常嚟講，攞住呢啲牌嘅人，佢有呢個 qualification， 有呢個資格嘅，都唔一定做。佢都會攞住個牌先，因為如果唔係翹起手想做，做唔到啊嘛。好似我咁，我都冇做地產，唔知幾多年啦。但我都年年都幾千人去㗎。點解我要頂住香港嗰個牌啊？我點知嗰陣時有冇機會可能一夜就做啊？嗯。咁你諗下都可以少咗100個嘅，即係呢啲人咧，直情係覺得一係就退休啦，覺得冇撚意思啦，留嚟都冇撚用。嗯。咁點解會有咁樣咧？好啦，私煙我唔特別講啦。今日控煙辦話啊，佢哋發現有好多人喺加咗呢個煙税之後咧，有好多人啊就派啲點心紙，即係先宣傳私煙嗰啲嘅。咁佢哋咧亦都拉咗一個僆仔14歲喺個背囊度揾到幾百張，即係嗰啲傳單啊。咁啊，而家都去控告佢嘅。其實我又唔知道控告佢乜嘢。不過一定有啲咁嘅條例嘅，即使嗰個派傳單唔係犯法。咁好啦，根據數字，控煙辦話喺2020至到2021年接獲28宗涉及派發吸煙產品廣告嘅投訴，28單啊，2020、2021，到到2022到2023年咧，就接獲1231宗同1070宗
哦，突然間多咁多喎。到今年首季咧，頭三個月咧就603宗。如果咁計咧，即係四季咧就2000幾宗。由每年嘅28宗，到舊年前年嘅1200幾宗，到今年嘅將會可以預計係2000幾宗。點解會有咁多呢啲咁嘅投訴？就係因為有咁多人嚟派呢啲嘢。點解咁多人嚟派呢啲嘢？佢話控煙辦無恥到，就係因為啊。屌你！如果佢哋好生意就唔使派啦，佢咁講啊，就係因為啊，佢我哋戒煙戒令到好多人戒煙啊，啲人索性戒煙啊，所以佢哋冇生意咪要派咯。我話俾你聽，佢哋咁樣派法係因為佢哋發覺個市場好撚大。嗯，屌你有冇真係過撚癮啊？你淨係諗下，潛在客户好多，好多潛在客户。好啊，十四歲呢個僆仔派一棟大廈有250萬，老實講又唔算少喎。派一棟大廈啫喎，但係佢唔大好咁多喎。係，但係真係唔算少喎，你好撚快啫，少係啦。要一個譬如一層十個單位，咁你可能入有可能入廿幾張定係入咩先？唔話呢個冇講啊，佢背囊有300張，我當佢入曬300張嘅，真係咁靚仔揾兼職，我覺得真係咩啦？真係問心嗰句嗱，而家煙我話平均我就知佢102蚊一包，咁當然會好多人食私煙啦，係咪啊？我就冇食過啊！我係我哋呢啲即係良好市民。我睇我啲老友嗰啲私煙咧，直情係印住香港政府一模一樣嘅，完全唔係嗰啲關煙嚟嘅喎。係唯一咧就係最後面側邊啲細字，就係咩 HKDNP， 就係 Hong Kong Duty Not Pay。咁我哋嗰啲咧就應該 HKDP， 即係俾咗税嘅啦啊！咁但係其實香港政府中共市民喺圖案一模一樣，我真係好懷疑啊！我真係好懷疑呢啲煙嘅來歷啊，究竟邊個做係嘛？點解喺政府加煙税嘅時候，你啲煙草商自己要加多8蚊上去？喂，人哋都明知咁貴啦，點解仲要加8蚊上去？我真係懷疑啲煙草商玩嘢，屌係喂，屌話咁點係啦？加多過百蚊，等你撚樣食私煙，啲私煙係我自己出嘅，即係好似 VCD 咁樣啊！如果唔係，我真係諗唔到啊！這個吸煙同啊！你加煙税當然係冇直接嘅效，即係嘅效果啦。你老實講係選食先嘅咋，尤其是人有個反叛心啊！好啦，屌你老尾呢度，我真係唔知點樣一成日嗱，我好難喺道德上面令到我哋個立論係啱嘅，係嘛？你俾邊個都覺得啱嘅，但係有陣時時政治啊嘛，咁我哋做醜人都講咯。又嚟啦！油尖區特別職務同埋油麻地分區人員聯同入境處職務 入境事務處嘅人員，過去兩個禮拜，即係4月8日至到21日，聯合執行呢個代號炮擊，我都唔明白你個代號可以有好撚多個代號㗎？點解要搞個炮擊呢個代號咧嘅反街頭賣淫行動？簡單啲講就係捉雞。屌，又咁樣搞拉龍捉雞大行動，等得個閃。有翻啲人叫下雞，你都要捉嘅。屌你老母係，係咪要個個不上特不你先開心？真係佢真係咧嗱，老實講啦，講我係我同你會咁講嘅啫。真係問心嗰句，辛苦錢你無論係女，即係女聽眾又好，或者喂咁你係犯法啊嘛？譬如唔係犯法，你係違反特留條件啊嘛？你好難拗嘅，同佢哋啲人。但係去到而家啲咁嘅環境嘅時候，有陣時真係要隻眼開隻眼閉嘅，超哥。總言之。不要那麼過分，其實我不覺得很過分，我慢慢在那裡吃飯。你知不知道我們見到的往往就不是他們拘捕的那些，反而我們見到的那些可能是已經是拿了身份證的，反而是好了，屌你老母，你又去搞這些事。你叫一次雞是涉及很多東西的，來回搭車啦，吃碗雲吞麵啦，買套一套不用，套不用的，心情好了的，但是不是第二天做事都起勁了啊？攰了，屌你老尾，喂，你這些地方是不是租到出去？啲老人家有租收啊？人租先啦、啊。屌你老母，你搞乜撚嘢呢？好啦，洗毛巾呢啲都有錢啦、啊。而家唔係啊，而家多數用啲即棄嘅，咁都要買賣㗎、啊啊。好啦，即棄啊，依家係。即棄啊，係應該。嗱，根據警方話，佢哋喺今次嘅行動入邊，嗱，搜查多區，區內多個街頭賣淫黑點。包括廟街一帶，亦都派員喬裝顧客，盜破區內多個懷疑用作賣淫的單位，成功拘捕51個人，包括
三名本地女子以全女班，四名雙程證的內地女子，43個，還有八名泰籍女子，51個人拘捕了。真是女子？是啊，全部女子。行動中檢獲大量的避孕套、朗口水和潤滑劑等等。其實呢，老老實說，作為一個專業的雞呢，你可以查用麻劑一定要，你沒理由這麼多，同價大佬一天給十幾秒，沒理由這麼多，真的沒理由這麼容易出水煙粉，當然要查啦。但是呢，真的不要在個客人面前查，真的要專業一點，專業一點，即譬如擰住面的時候這樣查了，或者浴室沖完涼的時候查了，或者呢，總言之那個人那裡，你裝個柱，裝個柱做什麼，你跟他我跟你摸醫生，摸醫生的時候屌你了，你不是扶下去咯，是不是？就不要在那裡等醫生，屌你了，原來抹眼袋在那裡查多不多這些倒胃口，不知道，我即是我看書而已。 OK， 看書有教的嗎？不是看書，那些人呢吃那些甜苦啊，會描述的嘛、okay. 會描述的嘛。好啦，他說呢，活動涉及大量非本地女子，他們違反逗留條件，透過提供性服務去賺取收益，賣淫集團的成員就負責招攬大陸或者泰籍的女子去到指定的劏房，以一樓一房的形式提供性服務，跟住集團亦都會向性工作者提供日用品，包括一次性的浴巾、潤滑劑、避孕套等等。每次交易之後，集團向性工作者收取高達60%的佣金，據說每次交易咧會收取客人250元，集團主持就會中間抽50元，賣淫女子事後就僅收100。嗱，我哋聽落去就覺得好剝削嘅。喂，大佬，又要俾租，又要俾毛巾，又要剩，係嘛？咁你話100元都滯，你要明白啊！即係人哋度度個一日咪做10多個，係啊，咪1000多元咯。咁佢一個禮拜，譬如兩個禮拜嘅，就做有1萬多2萬元，即係各處鄉村各處嚟到消費嗰個經濟唔同。是好撚慘的，做三個禮拜咪2萬多咯。所以係啊，所以屌你老尾，咁佢個證有冇咁樣啊？咁2萬元，譬如你太妹嚟講，揾到2-3萬元港紙，就10多萬泰銖，好唔錯啦。咁大陸而家啲經濟咁樣，喂，唔係你唔好度度去諗住即係珠江三角洲啊，嗰啲窮鄉僻壤係嘛？屌你老尾，有陣時啲嘢咧唔係唔做，做少啲，做低調啲。政治啊，可能啲女網友話即係覺得好唔好禮，我都覺得唔好禮啊！實使去太平地，使去太平地，咁你咪等到喂，屌你咪股市上30000點咯，雖然可能好撚耐都唔會上，屌你樓價上翻去啊，個個豐衣足食啊，咁你咪去搞咯，你一搞嚟託咩？已經冇嘢玩啦，啱唔啱啊？我休息陣。